12月9日以来，西安、延安相继发现本土确诊病例，目前西安市正在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我省的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去年武汉疫情以来最关键的时刻。西安的城墙亮闪的光，闪烁的金币在逆风飞翔。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八百里青川见证奇迹的诞生，人们的信念化成锋利的剑锋，划破了盼望下阴暗的天空，援助的车辆驰骋在街头，离家的战士三个希望携手，和命运抗争，哪怕胳膊血流，来年的樱花和中国邂逅。我们现在对从咸阳山路出口的西安市西安市支援西安市医护疾控工作队出发。